Hello， 大家好，我系暴力。今日咧，点解特登又要影少少咖啡嘅画面俾大家睇咧？然之后又要拍条 vlog 咧？因为咧，今日一个都几值得系去纪念嘅一件事嚟嘅。第一次咧系同台湾嘅 YouTuber 咧合作拍片，咁所以咧我就好想去记录呢件事啦。以往我哋一齐合作拍片，可能都系大家围一围，或者 chit chat， 或者系突然之间出现咁帮手，好似 K Jack 咁样。咁但系今日呢条片咧就好唔同啦，因为第一次同台湾嘅 YouTuber 合作啦。另外咧，今日我主要去拍摄嘅内容咧系要帮呢一位嘅 YouTuber 咧，台湾嘅 YouTuber 咧去拍摄佢嘅 channel 嘅一个新嘅片头，所以对我嚟讲咧系好有趣嘅，亦都系一个好新嘅尝试，因为之前系未试过嘛。咁所以咧我都立晒架撑。都幾認真去對待呢件事㗎，我係啊，真係啊，即係話拍得嘢啦，咁梗係唔可以馬虎了事啦，係咪先？咁所以我係好期待，同埋呢一位嘅 YouTuber 咧，喺台灣嘅咖啡界非常之出名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暴力係好中意飲咖啡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暴力係。即曾經有過經營咖啡店的一個經驗啦，曾經啦 ，OK no more 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呢位嘉賓咧就係、是、台灣非常出名嘅富田商行嘅老闆。咁所以咧，我而家非常之期待接下嚟會發生嘅所有事嘅。咁所以唔好講咁多廢話啦，又就嚟要出門口啦，嗱聲食完嘢咧就即刻揸車去台北啦。呢只貓仔咧最中意就喺我食飯嘅時候咧跳上嚟左頭左勢啦。係咪啊，貓仔？貓仔。我見到我幾多嘢啊！我完全係冇心拎相機噶啦，所以咧個 R 6咧擺咗喺背囊先，然之後得我 iPhone， 因為我係冇車位嘅關係咧屋企，咁所以我而家係要去嗰啲路邊停車車位度攞翻架車，跟住揸翻個屋企附近再上課。如果唔係咧，拎住嗰堆嘢行過去攞車咧，我條腰應該唔撚使要噶。我哋约咗咧，老板系1:30啦。咁呢度揸车过去大概40分钟左右啦。咁所以而家12:45时间上应该啱啱好嘅。重点系希望去到中正纪念堂嗰度咧，嗰个金华街嘅停车场有位泊车啦。以前通常都有位泊嘅，我见上网啲人话都有位泊嘅，不过唔知道今日有冇。因为老板富记商场附近咧系冇路边停车位嘅，所以我真系好唔中意揸车出台北。我都系做翻一个林口区嘅区内移动嘅小女孩算。事不宜遲啦，即刻揸車去翻我屋企嗰度上課先，因為時間都開始慢慢咁流逝緊。大哥，我拿走了啊！好，我哋去呢一個富記商行進發。已经辛苦，终于都到咗呢一度啦！哇！关你啊，麦子，这是我灯吗？对啊。你带几组灯啊？3组啊。3组。大家好，我系暴力。咁咧，终于都塞完一轮车咧，就到咗我哋今日要拍摄嘅地方啦。诶，大家认唔认得我身边呢一位猛男咧，靓仔咧？你知唔知道啊？名人靓仔。对，靓仔。我说你是猛男，猛男。我说你是猛男，然后帅哥。好，那现在我就要开始讲国语，因为我不想要老板，就是我讲广东话，他听不到。对，这样不尊重、不礼貌嘛。那我们今天呢，来到老板的工作室啊，因为我们这个合作的片子很特别，我从来没有拍过，因为我要帮一个，就是我在香港已经看很久的咖啡的频道的一位帅哥，帮他拍他频道的片头啊，我觉得很开心啊，但因为没有做过，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 vlog 就是来记录一下我帮这个帅哥的频道的片头拍摄的一个过程，还有可爱的猫咪。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菜啊，又有咖啡，又有好玩的机器，然后还有猫，猫是重点啊。对了，好了，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要开始了，谢谢老板邀请我来，开始吧。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要幫阿老闆拍攝一啲片頭嘅嘢，咁梗係要 set 燈啦。咁啊，老闆咧佢本身都係 Aperture 嘅用家嚟嘅，非常好啊。咁啊，老闆而家用咧係120D Mark II啦，我自己都有啦，咁啊擺咗屋企。咁我今日咧就帶咗兩盞咧細嘅燈嚟嘅，因為即係自己一個人搬嘢咧，我始終都能力有限。咁我就帶咗兩盞細燈過嚟。咁我今日就主要帶咗三隻燈啦，就係、是、Aperture 新出嘅 Amaret 60X， 同埋有 60D 嘅。因為你見到佢咧就係咁細盞啦，你睇。仲細過酷味啊個頭，就咁細盞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啱曬我哋呢啲而家一個人單拖又要拖咧又要拖路嘅人啦。咁啊 set 嘢都 set 得快啲 ，set 得方便啲，冇咁辛苦。同埋今日我哋有個有啲位置咧，我想吊緊咧上面 on top 炒落嚟，咁所以就盡量輕咧就會更加好啦。除咗有呢一個60D 同埋 60X 之外咧，咁就帶咗一個 200X 嘅。咁點解呢？因為 200X 就出力大啲，因為你見到老闆呢度咧係有自然光入嚟噶嘛，咁但係因為個光度唔係好夠，咁所以我想呢個寶盞做主要嘅光源，就射落去啲架撐度嘅，咁啊做一道懶係太陽光嘅物體啦。相機部分咧就梗係用翻 Sony 嘅 A7S3 啦，咁然之後咧，因為今日係比較一個定機位嘅拍攝，我基本上就唔會點樣喐嘅，咁所以就駁個細光仔出嚟，咁啊大家睇得清清楚楚、舒舒服服咁樣啦。看一下它的那個進入位。對，我等一下弄，我等一下弄，因為這個燈我等一下可能要等它。哎、欸，你可以幫我假裝是老闆。可以，就是站在那个的位置，对，先站在中间了。这灯又很便宜，哇，真的吗？多便宜？还是1000出头的样子，所以大概5000左右。你这个要10000多吧？那时候买，对啊。我都想跟大家講，依度咧，我哋啱啱係有啲咩嘅 setting 啦。咁啊，大家可以過嚟望一望先啊。咁我呢度就有一盞 200X 啦。咁其實點解 200X 呢？因為我唔想抄自己盞 200D 出嚟啫。因為呢盞燈咧，主要係攞嚟做翻一個扮係一個陽光嘅 spot 嚟嘅啫。因為見到佢個光源個窗其實喺呢邊啦。咁但係因為礙於我哋嘅鏡頭嘅關係咧，我就冇辦法將支燈咧就 set 喺呢個位置。其實最好咧，我覺得係 set 翻呢個位咧後邊斜打落嚟。又會係最好嘅，仲可以俾少少 backlight 到啊老闆喺呢一度，俾翻個 kick 佢。不過因為礙於場地嘅限制，所以做唔到。咁不過冇所謂啦，我哋都係照樣喺度打翻一個 spot 俾佢，等佢後邊呢一排嘢咧有翻少少嘅畫面啦，即係同翻前後有啲少少唔同。因為如果唔係你呢度唔補翻盞燈俾佢嘅話咧，你後邊背景太黑咧就唔係咁好嘅。咁所以我就即係將就地咁樣做啦，因為始終我哋得一個人去做咧。同埋真係唔想喐得太多嘢關係，所以冇得打得做。不過 anyway 呢個都已經係一個我覺得唔錯嘅 setup 嚟啦。咁另外咧，我仲用一盞 60X 嘅，其實都係唔一定用 60X， 其實可以用翻 60D 都冇問題。但係點解係揀Amaran 新出嘅 60X 或者 60D 咧？最主要係因為佢燈頭好細盞，真係好鬼細盞。咁用我哋呢一啲咁樣嘅簡單 setting， 一個人可以搬到上嚟，同埋空間限制咧，第一我冇可能帶 C stand 噶啦，因為 C stand 好乸重。咁你見到我啱啱一個人自己搬咁多嘢咧，其實係冇可能做到嘅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用翻一支比較簡單啲，即係 YouTube Studio 入邊一定會有嘅腳架啦，再 set 多支橫杆啦，俾少負重佢啦。咁 and then 我哋就 set 個Aperture 嘅 Lightroom SE 嚟啦。Lightroom 係有好多個 size 嘅，而家係有一個超大嘅 Lightroom 啦，然之後有一個老闆都用緊嘅 Lightroom Mark II 啦。咁呢個係倒數第二大嘅。咁 SE 咧就係尾耳細嘅，誒講得有啲複雜，尾耳細嘅。咁佢就係俾咗一個光源，咁我加咗個蛋夾啦，令到佢可以集中喺佢嘅 product 上面。因為我哋最主要係要影老闆去操作佢嘅 product 嘅一個畫面啊嘛。咁所以我就想喺度俾翻少少 on top 嘅燈佢，可以打落去 product 度就會靚啲，即係有個聚焦嘅感覺嘅。
咁所以就咁樣打。咁所以燈頭細有個好處就係我哋咁樣吊咧，因為各種嘅重量配重因素咧，你燈頭越細，咁你咪唔使咁煩，亦都唔使擔心佢會墜落咯。咁所以燈頭細就有呢個好處啦。你補少少光喺一個咁樣嘅光度嘅環境咧，係非常夠用嘅。咁所以我就會係60X 或者60D 最好，我真係覺得佢燈頭細可以幫到我去做一啲補光嘅效果，咁啊可以 wrap 喺高啲，亦都唔使驚佢重量問題，呢個真係非常之好。咁主光咧，即係 spot 落去老闆嘅身啦，最主要係身體嘅位置啦。咁我哋就係用老闆現場有嘅 120D Mark II 啦。我本身係有帶多盞 60D 出嚟嘅，咁我因為我唔肯定老闆呢度有冇燈啦，亦都我唔知佢有 aperture 燈啦。咁所以咧，既然佢已經 set 好咗喺度咧，又已經 set 好咗個 light dome 喺度咧，咁我就直接用佢嗰盞 120D Mark II 啦，咁就唔使煩啦。咁 120D Mark II 大家知道係一盞非常之多外國 YouTuber 吹捧嘅燈嚟嘅，佢真係好好用。咁所以啱啱好就 set 到，俾個主燈佢，亦都係加一個蛋夾，聚喺呢一度就唔會太過影響到背景嘅光度啦。咁就係一個好簡單嘅 setup， 三盞燈就可以做到我哋今日做嘅效果。大家即管期待我哋呢一個片題點樣啦，其實都唔使期待，一陣間你就會見到啦。咁 aperture 咧最好嘅地方就係咧，你見到我哋而家將盞燈 set 到好高嘛，咁上面呢盞係一盞 60X 嚟嘅。咁你去咁高嘅時候，你要去 adjust 佢嘅光暗度，其實係好困難。咁所以而家佢最新呢啲燈咧，全部新嘅燈都係㗎。你可以用佢嘅 Sidus Link 嘅 app 咧，直接就可以控制到你吊喺路鏈咁高嘅燈都 OK。你只一個 app， 你就可以完全睇到曬。咦，你到底而家係有幾多盞燈著？咁譬如我啱啱整咗盞 200X 喺後邊嘅話，你見到呢度其實佢升 up 到去我 200X 嘅燈。咁我去改佢亮度，你睇下後邊嘅背景嘅亮度，就跟住去改變。是非常方便呢件事，是跟我哋以前拍片要用燈的方式好唔同，所以 aperture 嘅燈係好適合單人團隊去使用，就係咁解。因為你可以自己一個人可以操作到好多你以前係可能要操作上嚟好麻煩嘅動作，就可以咁樣解決。咁咧，我哋其實整呢一個嘅虎記雙焊嘅片頭咧，我 idea 係因為我睇老闆嘅片咧。絕大多數都是在他這個工作室那裡啦，在這個工作台啦，然後背景呢就是他的咖啡用品啦，然後他在這個位置介紹一些好玩的咖啡產品的，所以這個印象對我來說很深刻。所以我在設計這個片頭的時候，我就希望配搭老闆選那首節奏很快的歌啦，那就可以將他的咖啡用品呢，暫時有的咖啡用品就用一個很快的方式啪啪啪啪啪展現出來，咁就藉住呢短短嘅十秒咧，咁就可以俾啱啱入嚟嘅觀眾知道，這個 channel 其實主要係講咩咧？講咖啡嘢啦，然之後就係講好多好玩嘅咖啡用品啦，就係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嗰個形象好鮮明，咁我希望可以將呢樣嘢擺喺片頭嗰度，咁所以就有咗呢一次 idea。咁同埋老闆揀嘅歌咧節奏好快嘅，本身係幾分鐘嘅歌嚟嘅，咁但係你冇理由片頭幾分鐘嘛，咁所以我就剪咗做咧大概十秒左右，又可以保留到嗰隻歌個節奏明快嘅感覺。咁又可以啱係片頭用嘅一個感覺，咁所以我好期待呢個片頭嘅呢樣。好啦，咁我哋今日呢條片咧就已經係完㗎啦，咁啊～呢條片主要都係同大家講咧，咁我一日嘅行程係點樣啦？咁啊嚟咗虎記嘅工作室啦，咁咪拍佢哋嘅片頭啦。咁片頭大家都睇到噶啦。咁喺與此同時咧，其實拍片頭咧，我都有同虎記咧再合作拍多一條片嘅，咁就會稍後喺佢嘅頻道度出現，或者佢會出先都未定嘅，因為你知道我剪片好慢噶啦。係啦，咁所以今日大家就見到咧，我係點樣用 aperture 嘅燈啦，其實係一啲大家都買得到嘅燈，同埋一個人係可以控制到嘅燈。去點樣去拍呢一個簡單嘅片頭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你哋對影片製作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可以從燈光入手先，因為有燈同冇燈真係差非常之遠嘅。係啦，冇錯，咁尤其是如果你係 One Man Band 嘅話，aperture 佢有嗰個 Sidus Link 嘅 app 咧，真係超方便。我諗你睇條片已經知道啦。好啦，咁今日影片就咁多啦。如果大家中意暴力嘅片咧，記得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我啲 channel， 隔離鐘仔暴暴力咁幫我撳一撳佢，並且要將通知 send 到全部 follow 埋 Instagram。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